行了，行了，以后都得给你备个解酒药了。哎，兰兰，嗯，那个，我自己回去就行啊，你甭跟着我。嗯，您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嫂子这人吧，这爱吃醋。你说回头她看见了，该误会了啊，听话，给我吧。 乖，明天见啊！小苹果，嗯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医生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儿子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啊，这么看，看。 这是头，这是身子，这是胳膊、屁股，坐着了。这个是胳膊伸开，这是蜷着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健康的一个宝宝。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哎呀，放大点，放大。 这到底哪是脚，哪是脑袋呀？手哪儿？李总，看什么呢？李总，哎，兰兰，哎，找找找，我儿子照片。您儿子？啊，哎，这是我儿子第一次 B 超，我给你放大点，你看看，你也帮我找找哪个是脚，哪个是脑袋的呀？啊，真可爱，我最喜欢小孩了。行，小孩没问题啊，等你结了婚，你也生一个。嘿。 有事儿啊？噔噔噔噔！哦，什么呀？这是？生日礼物啊！今天是您生日，您忘了？哟，我都忙晕了哎！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生日呀？我以前给你办事的时候，从你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看到的。哦，你心真细。 就一个生日礼物嘛，心意嘛。哦，我就收下了啊，谢谢兰兰啊。李总，您跟我客气什么呢？那我先出去忙了。啊，你去吧，去忙吧。嗯。